等鸡啊，等鸡没有鸡，等鸡啊，等鸡啦，给我一个等，给我一张椅子，来这里啊，还是黄家山。 哈憨驴啊，哈黄驴，我就喜欢说，感觉天天都在甜食当中度过。最喜欢甜食啊？甜品就是比如说西米露啊，好像喜欢吃的甜食也蛮多的，就是那种。 有点黏黏。那里去了溜，去了溜，那个糯米才好吃。